腾讯视频的网友们，你们好，我是胡一天。然后刚才那个小刘的盛况，我们也是非常震撼。然后你拍了两部戏，就这么高的人气，有的人可能就奋斗很久都没有达到，就这种有没有一点小骄傲？骄傲谈不上吧，就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对。然后江城在剧里面是一个傲娇又腹黑的一个角色，你觉得跟你本人性格像吗？挺像的。比如说哪些方面？就是可能生人面前话比较少，然后也有点腹黑，有点傲娇，对。然后江城有一个特色，就是特点，可能就是特别爱吃醋。嗯。然后吃醋感觉怎么样？就在戏里老吃醋吗？其实我当时也觉得吃醋有点吃烦了，因为吃醋戏挺多的，但大家好像还真的挺乐意看吃醋的戏。家说就是最甜不过吃醋嘛。那你吃醋和闷骚的时候，可能会有哪些表现呢？就比如说我眉头一皱，然后发现我要怼你一下，因为你让我吃醋了。印象中最醋的一场戏可能是哪里？最醋的一场戏就是，我看到这个因为已经播过了，所以就不涉及剧透。看到那个陈小希，他从那个黑板上摔下来啊，我没看到他摔下来，但他刚好掉到了吴柏松的怀里，然后我就，然后我就有点爆发了嘛，然后就走出去，结果他追上来，然后我们两个就有一场比较激烈的争吵的戏，对。所以说你就是可能会采取一些主动的，都是在可能说男二的进攻之下，然后对压对力，对，对，就压力会有反应。然后小美好跟也是一个校园青春的故事嘛，当然很多人说比较像那个一吻定情，你怎么看？我本人看片比较少，没有看过《一吻定情》，所以没有办法做比较。就是那个江直树，觉得跟你特别像。对，那个，我的童年好像没有，因为直男很少看这类的片子，你懂吗？那你的童年都看《些哪西个？游记《西游》记是啊，对吧？对对，看那个看的比较多。那你觉得在这个剧里面最甜的一些桥段有哪些呢？最甜的就是，可能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吧，就是细节会非常的多，是吗？一些对甜对的。就现在，因为剧情播到是比较扎心、比较虐的一对，些桥段，然后接下来你觉得是甜的多还是虐的多？用手别弹弹，要不然啊，有万一声儿是吧？对对对，有好声嘞儿。好嘞。好，可以。稍微别动啊。对。那你觉得接下来就是会就是甜起来吗？就只是想虐？我觉得反正安插的这些那个戏或者说桥段，就是为了最终的，怎么说呢？就是起伏，有起伏才有看点嘛。最终当然肯定是甜你在戏里面后面做的浪漫的事儿多不多？然后最浪漫的的。是什么？其实江晨这个人吧，我觉得他本身不是特浪漫，或者说他浪漫的点有点奇怪。就比如说小说里有，小说里写的是，比如他求婚的时候，他是拿那个医用手套当做气球的。就就预告片我里觉得面他看浪到漫的的，点可能有点奇怪，但也不能说他完全不浪漫嘛。对，就是属于他的那个独特的理对对工对，式的浪漫。理工式浪漫。然后你和沈月在剧中是最萌身高差，搭戏的时候有没有因为身高问题，然后就产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不太容易同框嘛，主要就是这那怎么解决个。要么垫箱子，垫箱子为主嘛，解决的话。他有抱怨这个问题吗？这个倒没你啥觉好得你抱的怨身的，高我觉得，嫌因弃为你太从高我这了？个视角拍，他还真的挺好看的，对吧？然后他的视角拍我，可能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用鼻孔跟他说话的感觉。你在片场是不是也非常的会撩？因为我们上网的时候刚踩过了那个吴柏松，然后他说那个你在剧外比他会撩多了。是吗？我觉得他太谦虚了，我觉得，就是你在戏外，比如说也会给沈月拍一些照片什么的，就感觉拍的还质量挺高的。偶尔拍过一张，只不过那张质量确实还挺高的，不是我吹牛。就是拍一张就拍成这么好的效果，还是他拍了很多张没挑有，了因为挑？当时他拍的那场戏就是，他想偷吻我，然后打了一个比较好的灯光，然后可能当时就觉得，哎，这么好的一个光，我给你拍张照吧，就这么一个契机，对。所以就是非常会拍照是吗？哎，也不是非常会拍了，就自拍这块我就比较弱，对。就拍女友还挺擅长，自拍不擅长。可能吧，可能吧。除了会拍照，你觉得自己还有哪些隐藏的男友技能？隐藏男友型，可能做饭应该不错，因为我
很少尝试过几做了几次饭，但是还能咽得下去，应该是有天赋的，我觉得。是会给朋友，或者说在片场送吗？啊、没有没有，就在家的时候。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就是你会怎么样哄女生？可能有一些小问题、小场景，怎么反应？第一个是女朋友如果摔了你最喜欢的东西，摔了我最喜欢的东西，我可能会偷偷的把她最喜欢的东西也摔了。是这样的吗？对。然后女朋友如果生病了，但是朋友要找你出去玩，那肯定就不出去了，就先把她的事给解决好，先照顾她吧。啊，会怎么样照顾她呢？如果女生生病了？如果喝热水解决不了的，应该就送医院了。对。作为一个医生，这是你的建议是吗？对对对。女朋友问你说今天我哪儿变了，然后你没看出来。变漂亮了。就猛夸漂亮就对了。对，猛夸漂亮就对了。你觉得自己就是对于发现，比如说女生这里变化什么的，迟钝吗？应该挺迟钝的。如果教女朋友玩游戏之类的，然后她学不会，生气了，你怎么办？她学不会，生气了。多教几遍呗。多教几遍。是谁？我生气还是他生气？他生气。那就再多教几遍呗。如果再学不会，那我就不教了。对。约会如果迟到了，怎么哄他？编造自己路上堵了，然后再夸漂亮。女朋友工作不太顺利，然后说回家了之后、下班非常累，然后你会怎么安慰她？用就是男友视角怎么？说一下，就比如说对着镜头，比如说这是女朋友的方向。那我觉得如果用男友视角的话，我可能就帮他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段时间工作不顺利的原因。就是说法就是相对于这就是你女朋友，然后你对着他现在说一下。如果你这段时间工作不顺利，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你为什么这段时间工作不顺利，然后我们再叫点好吃的，然后好好睡一觉，然后就行了。有网友说你的颜值加身高加声音就是校草本草了，你觉得自己最大的魅力在哪？最大的魅力，或者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哪？最满意的倒不是说最满意，就有我觉得我的五官当中有故事，就比如说这颗痣，我发现网友对它的讨论挺高的，但我记得我小时候挺讨厌这颗痣的，但后来慢慢接受了，我就觉得它是我的一个特点吧，然后就欣然接受，现在甚至有点喜欢他。对，有看到有网友说就是还想跟你一样有一个这样的痣，你有什么想回应他们的？那个纹身店，要不就买个水笔戳两下都行。上学的时候是校草吗？算是吧。就是会有被女生倒追过吗？有。多吗？还行。有没有一些非常夸张或者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的行？有。举个例子。啊，那就没有。还是比较多。啊，没有。啊，收到过情书吗？收到过。都是怎么处理的？就我会看，但一般不会回复。对。就是如果有人当面给你表白呢？有这种吧？有，那我就。怎样拒绝？如果不行。圆滑的拒绝，毕竟还要给女生一点面子。对。会跟戏里面一样，就是大家比较介意的点，就是现在在说你怎么就不推开李薇，就这个点。然后如果你现实生活中的话，就是会圆滑的拒绝，是吗？我觉得是你本人的话，有没有这种情况？本人的话，这个我怎么说呢，因为戏里都有他们的人物关系在，本人的话可能会一开始因为是懵逼的，所以说可能不会一下子推开，然后因为那段戏是这样的，李薇一开始抱住我是懵逼的，后来他有一个要亲我的动作被我发现了，然后我就把他推开了，可能本人也会偏向于这个反应吧。我觉得就如果你吃醋了，会用这种方式来让女朋友吃醋吗？我吃就是用来气他，应该不会，因为这会有恶性循环，是吧？互相伤害。对对对。那你如果谈恋爱的话，是主动出击还是会喜欢被人追？被动的情况多一点。对，多一点。被动多一点。那你觉得女生怎么样才能追到你？孝敬长辈，品学兼优，盘两条顺啊，大概就这样。所以你的择偶标准就是盘两条顺的这个，可以再具体的说一下。这是还不够具体吗？我觉得挺具体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理想型就是
天真善良可爱活泼开朗，差不多就是这样。对，你喜欢身高，比如说这还不具体吗？对，比如身高什么范围的？身高1.4到1.8，都可以是吧？都可以，对。喜欢上一个人的话会有哪些表现？觉得自己是偏向江城这种高冷型的，还是说无关松容、默默关怀、暖男型啊之类的？可能两者相结合吧。就吃醋的时候像江城，当然行动上可能没有吴柏松做的这么到位，但也会有，应该比江城更主动一些。嗯，初恋是什么时候？18。怎么发生？怎么发生？告白吗？还是你追的他？我追的初恋。所以说着自己是被动型的，还是会主动？很少，就很少。然后小美好非常吸引人的一点就是里面对青春的一些描述让大家觉得非常真实，会容易有共鸣。那你本人跟剧中很相似的经历有没有？跟剧中很相似，很共鸣，觉得就是你的青春。每段其实我觉得都挺像的，就感觉是自己上学时候发生的某一幕都有，就比如说特别相似的。我这还真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比如说那个做过什么青春叛逆的事儿啊，或者是中二期做一些糗事之类的。糗事还应该没做过多少，想不起来，真的。从小就是一个男生的形象是吗？也不是，不是。从小我应该属于那种比较中规中矩的吧，也不给老师捣太大的乱，但也不是说特别特别老实的那种。对。是个学霸吗？不是学霸。然后大家现在都说小鲜肉是影视圈的杀手锏，那作为一个现在新晋老公这种小鲜肉有什么想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就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顺利吧，所以说目前也在多学习多积累。对。那你接下来有什么工作计划？工作计划就是一边学习一边谨慎的安排接下来的工作。学习是说要培训或者专门的？对对对。那你想尝试接下来想尝试什么角色？其实都挺想尝试的，因为江城这个人跟我本人还是有挺多相似的地方的，所以说对我来说挑战不能说特别大。对，所以别的类型的角色也都想尝试一下。那你在片中有唱那个片尾曲，有没有想往音乐方面发展？普遍反应辣耳朵，那我就不祸害大家了。辣耳朵是吗？辣耳朵，真辣。都觉得挺好听的吗？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带着粉丝滤镜在听。但是我个人有一种错觉，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有点辣，然后越听就感觉缓和一点，可能是我的耳朵适应了。自己平时喜欢唱吗？很少唱。网上还有一些评论可能就是看你回应一下。有网友问说江医生颜控这种病有治吗？挺难的，但应该有的治。怎么治？多被生活摧残几年应该就治的差不多了。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拒绝不喜欢的女生？这是网友的一个问题。我就这有个挺矛盾的地方，因为女生她心理接受能力相对来说弱一些，就所以得缓和的拒绝吧，我觉得。对着镜头说一句你觉得最撩的话。最撩的话也可以自己想。对，还没有这方面经验，好难。剧中不是还挺多这种很甜的话？小傻瓜，这个撩吗？起来吃饭了。差不多这样。对，那先说到这儿，最后就是再给大家录个 ID 吧，就是用江晨的方式叫大家起床。蓝珠起来了。好的，好，谢谢。